接种疫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身安全，早日构筑起免疫屏障。做核酸检测是为了防止疫情的蔓延。近日，作为新冠病毒补充检测方法的抗原检测成为公众关注热点。据了解，首批新冠抗原自测试剂盒在各大医药电商平台和线下连锁药房已经开始销售。专家表示，抗原检测应用于高风险、高流行率的聚集性感染人群的检测，一般人群不必争抢新冠抗原自测盒，更不必囤货。需要注意的是，抗原检测不能代替核酸检测，核酸检测依旧是确定新冠肺炎感染的金标准。